们是双胞胎，我是姐姐依依，我是妹妹佩佩。甜美笑容对着镜头打招呼，双胞胎姐妹依依佩佩不止结婚选在同一天，两姐妹还拍起全裸婚纱照，轰动一时，话题性被选为演艺圈十大明星姐妹花。在演艺圈与她们类似携手闯荡银河的姐妹档其实还不少。阿妹出道时就是带着妹妹萨亚，有天后姐姐的提携，让萨亚的演唱实力也能被外界看见。因为家境关系，从小江蕙、江淑娜两姐妹就一起在纳卡西走唱，直到后来各自拥有演艺事业一片天，被网络调查封为歌坛无人可及的姐妹花。这首十分钟的恋爱从高中唱到两姐妹都当妈了，当年出道成名曲让大小 S 红遍大江南北，之后跨足戏剧主持都一亮眼，成演艺圈姐妹花，网络人气排行榜第一名。东森新闻生活中心在台北报道。